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蓝。今天继续来玩四纸小邮差。那这一次的场景呢，是在沙漠。放眼望去，景色都还蛮一致的。那我们就先随意探索咯。跟风之旅人的感觉有一点点像。这是发生什么事？可以交谈呢。市民邮差跟我聊天，我很孤单。您哪位呀？你需要帮忙？我需要说话。带个东西来跟我说话，跟我对谈，让我不再孤单，那样我就会帮忙。所以你到底是谁啊？这边有一个帐篷。两只地鼠欸。天哪，已经这么晚了，我不想要在晚上穿越沙漠，你能不能带我回家呢？自己懒得走。是说这边有另一只地鼠，是不是可以带给那个神秘的光芒跟他说话呢？啮齿类很好，他们很爱聊。不要，又要孤单了。哇塞，这是发生什么事？那是猪吗？是不是又可以骑猪了？好多只猪欸。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事，而前方还有好长一段路在等着你。太阳是你的目的，但你得先抵达那座山脊。需要找办法通过那个裂缝。要前往那座平顶高地的顶端。这是什么物质啊？找到两个纤维。所以我刚刚那个应该就是已经帮了第一个忙了吧。然后我现在要再去这里。是要把它砸开的，果然。
你有需求，我知道，我也一样。照片好无聊，换一张吧。只要你愿意换掉它，我就会帮忙。换照片简单啊。要用画的哦。直接弄照片也可以吧。就来个小邮差的照片。他为什么是贴斜的？哦，太好啦，那个路已经开通了。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洞窟。感觉前方的路还很漫长啊。等一下，飞起来了啦。等一下，这边的路啊，这边的路好小哦。这有点难呢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所以他跑走了。旁边有个纸翼耶，我来拍个照。好普通的草。哇塞，吓一跳。往上爬，往上再往上，天空不远了。他在鼓励小邮差吗？一封未送出的信息，一个未阅读的故事，越过急流，继续前进吧。好斜的路哦。
哇！好难哦。这镜头不能转，真的是有点问题啊。好像走错了。快干死了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清爽多汁，什么清爽多汁啊？仙人掌之类的吗？可以吗？番茄，应该是番茄吧？拿去给刚刚那一个动物的头骨。他接受了。什么啊？这是鱼吗？好奇妙哦！应该就是要到最顶端那边吧。是什么？啊！啊！toi！旁白又出现了。Oh, and you're you. Hello, you. Do you like my new look? Embracing new ideas. You can't say we're not trying. À toi. Don't worry if things get a bit weird. Just go with it. 坚持下去。You've stuck together through thick and thin, so keep going. This is your story. You.你就是那一封信，原来小邮差要送的信就是自己呀、啊！我居然到现在才意会到，哦，正对着阳光哎。终于，你前方没有阻碍了，小邮差，飞上天去吧！快去完成送信的任务，并拯救这个世界，以及去见见你。
我怎么觉得这一集好像有点快？好难控制哦。终于要抵达太阳了吗？控制器发出声音呢。There is another messenger lost in a forgotten place. Won't you help them finish their story before you finish yours? 什么？啊！跑到我的控制器里面了。你接到邮差了，用这个相机来看看。嗯。什么？突然被拉到这个地方，有点莫名。呵呵，本来以为就要前往太阳了。好啦，虽然这一集可能有点短，不过录的时候其实花蛮多时间的，因为那个坐纸飞机的那一段重来好几次，有点难度啊。看来故事不会那么快结束，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剧情。那今天就先进行到这个地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 FB 粉专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咯，拜拜。